侯伟，你去前面侦查一下。是。回酒店。 枪法那么准，咱们四个人一人一条枪，直接把他们撂了不就完了吗？非这事干啥呀？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今天啊，咱们要好好狩一回猎，这群狗日的，千里迢迢跑到咱们的家乡来霍霍咱们，能让他们死的咱们痛快。对待他们，就得像对待吃人的狼一样，让他们不得好死。对，不得好死。报告，没有发现情况。 有意思啊！这小日本死了人，还放天灯呢。那可不是天灯，那是信号弹，他们在搬救兵呢。啊？那咋办呢？这救兵来了，我们更打不过了。没事儿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就算救兵真的要上来，也要有一阵子呢。何が起こっても山で先誰が撃った。 先归队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把副本给弄回去。出发。这样，咱们分成两组，就按照刚才我这个法，把这群狗日的往那些陷阱里赶。嗯。
开。
肖长佑，你也太没组织性、没纪律性了吧！私自带人去打游击，你请示了吗？谁批准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们这一出去，同志们都担心，整夜都没睡，每一声枪响，都像打在我们心里边。现在好，多两名伤员，物资本来就紧张。来，你告诉我，以后怎么办？ 这事儿不能赖常佑，他是八路军，他是党员，你说他懂不懂？这不来不及了吗？这要再回来再回去，人早跑的不知道哪去了。哎，照你这意思，以后领导都不在，你们就为所欲为，是不是？说，干什么去了？我们看没啥吃的，出去打猎去了。打着了吗？常佑。 做什么呀？这枪，你留一杆就够了，要这么多有什么用？来，先给我，给我。膝盖，我这去交工。去吧。回来。 这可不行啊！这是我拉命换来的。老三，好好跟他说说什么叫组织性、纪律性。知道叫什么吗？反正是宝贝，晚上能亮，风都吹不灭。对。 会玩吗？会啊。怎么开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让它亮，但我知道怎么让它灭。那怎么才能灭呢？你往怀里一揣，它就灭了。来，我给你打开，你让它灭了。你能让它亮？是啊，我跟他熟啊。你就吹吧你。来，不行试试，咱试试。哎，咱先说好啊。 这咋回事呢？来，你把它弄灭了。看好了啊！这不对呀！哎，头天晚上我把它往怀里揣，它就灭了呀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东西啊，它只能晚上往怀里揣，它才能灭，白天亮着没啥意思。哎呀，拉倒吧你啊！看好了。哎，师傅。
哎，你只要你教我用它，我给你当徒弟。教你可以，但是你现在是咱们队伍里的一员了，要有组织性和纪律性，一些行动要听指挥，明白吗？行啊，我听指挥，我都听指挥。听谁的指挥？听你指挥。听党的。 是谁啊？慢慢你就知道了。虎子都这么高啊！哎，我记得前年才跟桌面一样高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小子不比压倒，就那块的大。是是是。哎，哥，我听说猛子出事了。哎呀，他找了个跳大绳的，扰乱军心。那事儿大吗？你说呢？我哪知道？ 不是，这不玩儿还是这么久啊？打死你！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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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咋了？不认识舅舅了？二孩，喊舅舅。跟舅舅回家。哎，二孩，二孩，你舅接你来了，跟他回去吧。二孩，咋不听话呀？喊舅舅。自从他娘死以后，他就再也不肯说话了。你要带他去哪儿啊？要我说吧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谁带个娃都不易。不信你就把他搁我这儿，反正他跟大坡小岗玩的也挺好的。是这样，你带着两个孩子已经不容易了，二孩赖在你们家，不是个事儿啊。你是看不上啊，还是心疼我们娘几个？说实话吧，我们家也没什么吃食了，可也不差他这一口。你要是能给弄点粮食来，我就养着他呗。没粮食也成，那你把我这屋子给修了。这屋子怕是扛不住今年的大雪。今年冬天呀，我看我们娘几个就饿死也得冻死。哥，这屋子要修，那就重盖了。那好啊，你们要是能给重盖，那就更好了。我想想办法。二孩，在这儿听话，等舅舅回来。二娃，哎，要盖房子抓紧啊！这眼看着过冬了，将军阁下，刺杀八路军二号人物的任务已经完成。哼，太好了，雷藤君，我一定为你请功。不过，我还有几个情况要向你反映。说，在报纸上刊登了八路军二号人物死亡消息的时候，请您隐去我们部队所有的情况。这我会控制的。还有就是，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拆迁五人组没有归队。虽然明石少佐次日带着部队去亲自搜救，但是还是没有找到。
我请求您和当地驻军再联系一下，继续增派人手搜救。你们的存在是帝国的最高机密，一定不要让你们的人落在敌人的手中。来人，命令1150队进行山区以清剿的名义寻找失踪华中部队队员，务必要找到人。嗨，好嘞，别麻烦了，我们俩不在这儿吃。客气啥，马上就好。你不饿我饿呀，吃点呗。一顿不吃你会饿死吗？要吃你吃。二孩，来，跟舅舅回去。咋了二孩？舅舅的话都不听了？叔，你别带好走，娘可疼他了，净给他捡菜。二号刚来那天傻呆呆的，不吃不喝也不说话，是我娘搂着他，他才睡着的。班长，大叔，你跟了我多少年？12年了。警卫排的兄弟们都跟了我多少年了，你还记得吗？除了我跟的最久的嘎子是6年，其他的最小的小庄也三年半。3年半。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，这说起来啊，还没有喝过一顿酒。忠儿，来，你通知炊事班，今天晚上准备一桌子好菜，我要请警卫排的弟兄们喝一顿。快去啊。好嘞。团长，这都该打仗了，咱喝酒干啥呀？正因为要打仗才要喝这顿酒。起立，坐下。这是家宴，弄得跟开会似的。春贵，来，大伙坐下。来，大叔你也找地儿。好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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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兄弟们，今儿家宴啊。这刚来怀州的时候我就说过，警卫排咱们就是一家人，跟着我一起喝酒一起打仗，这一晃3年了，跟我打的仗倒真不少，这酒今儿第一回喝吧。是啊，团长，平时你太忙了，日理万机嘛。对不住兄弟们，今儿我这杯酒敬兄弟们。警卫排里除了春贵和大周以外，跟我最长时间的嘎子，哎，7年了吧？对呀，团长记性真好。二飞，哎，你俩那时候一起来的，也4年了吧？是啊，团长。跟我时间最短的，小黄，哎，就连小庄啊，都3年半了。哎呀，谢谢兄弟们。我蒋延龙，这春贵应该知道。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点小本事，这毕业一回国呢，就给了一个中尉，然后就带着兄弟们打小日本，这么多年，不敢说身经百战吧，也立点小功哈。谁说是小功？谁不知道咱们一团是常胜团，是不是？兄弟们，3次伏击，全军有名。所以于司令才把守城门这件事情给咱们团了。
这两天啊，我也去各个的营转了一圈。一提到守城门这个事儿，他们的反应和大伙儿都一样，他们就一群怂包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们一团又没有怂包。你们见他们在战场上往后退过吗？跟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，有一个胆小的吗？没有。兄弟们，他们不是怕死，他们怕的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们面对这个敌人，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敌人，不管是武器装备，还有单兵作战能力，要高过我们很多很多，尤其是他们的战术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。我们三连一个连，打的就剩刘殿坤一个人了。八路的老三团也被他们打撤了，这证明这帮队伍的强悍。怀州城是通往我军后方的最重要的一个城镇，现在北城已经沦陷，就靠这座城门来守住敌人。一旦怀州失守，整个江淮防线全部崩塌，所以这个城门必须有人守啊，兄弟们。城门不是任何人都想守的，但是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守的。我们警卫排跟我蒋安龙就是一个人，所以今天我决定，从明天起，就由我们警卫排接手城门的任务。今儿这碗酒喝了，不想干的，明天早上回家；想干的，今天晚上跟我一醉方休。好，大柱的命是团长的，我没二话，我去。谢谢兄弟们。别会儿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说那个做法的天师呢？猛子是没有能力把他整进营里头来的。说来也巧了，昨天你休假的时候好像进了趟城吧？你啥意思？我啥意思？听我说呀，这个跳大神的事儿呢，咱们营里头之所以没有追究下去，一是因为猛子仗义一肩扛了，二呢也因为团长厚道不追究了，不然的话你还能坐在那儿吃饭喝酒吗？好好珍惜吧，兄弟，你再好好想想啊，好好想想。多吃点啊，兄弟们，来来来来来，吃点吃点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喝酒，来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你们跳的时候，给我去敬团长酒。哦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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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兄弟，走一个。团长，来敬一杯酒。我勾勾一样。绝没二话，凭你这条命也要守住城门。好样的，来。今儿酒馆够啊！哎，军棍，再拿几坛子来。好的，好的，来，来，来一个。二娃兄弟，长寿兄弟，饭菜准备好了，进去吃饭吧。我们俩不在这儿吃了，你们家粮食本来就不够，让孩子们多吃点，吃得饱饱的。部队啊，给我们留着饭呢。那明天一早，我俩过来接着干。嗯。哇。
叔啊，今儿你是没喝好。谁说的，团长？我今儿可是喝了一缸子呢。你看错了吧？咱今天晚上是拿着坛子喝的，是吧，春贵？对，坛子，坛子。团长喝酒是这个，我大周也不怂啊。哎，团长你咋了？没事，我可能好久不喝酒了，今儿喝这几杯以后老毛病犯了。你先上医院看看去吧。就是啊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这个姿势待一会儿就好了。你不是老娘们，睡一觉没事。走吧，走吧，都走吧。哎，那团长，那我们先回去了啊，有事喊我们啊。你好好休息，团长。哎，我咋觉得不对呢？咋的？我今天没少往团长的酒里头掺水啊，他咋能喝成这样？他不会是逗咱玩呢吧？我团长，团长你咋了？团长，团长，你这哪儿不舒服啊？团长你咋了？团长，团长，你伤着哪儿了？咋还吐血了呢？不对，大双，你今天喝酒的坛子是黑盖的还是白盖的？白盖的。哎呦，你干啥？陈叔的酒圈你给喝了，团长喝了整坛子酒，送医院。快点，知道知道。哎，你就别催他了，咱们这不是刚出指挥部吗？谁不着急啊？这话说的，我怕团长撑不住嘛。那要不你来开，你。主任，那有医疗站。哎，这什么时候出来一个医疗站？这能行吗？这个。你管那么多呢，先给团长止住血再说。快去。哎，快快快快快快快。怎么了？天气凉了，多穿点衣服在身上。都是那群兵痞害的，医院不让带，只能在这搭帐篷。大夫，大夫，哎，大夫，来吧，快快快快，看看我们团长怎么了？来，就刚才不知道怎么就吐了一大口。谢大夫，怎么又是他们呢？坏了！怎么了？啊，大夫，今儿晚上我们团长跟弟兄们喝酒来着。你也知道这不是要打仗了吗？可是我们团长回去后，哗就吐了一滩。哎，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！哎呦，团长，这大夫您看，轻点，大夫，你轻点。是微伤口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啊！可是谢医生，我们已经没有麻药了，怎么做手术啊？对啊，我们已经没有麻药了，麻药都被你们抢走了。我不做了，我们换医院去。我们走，一二七，来不及了。他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会有生命危险。这么严重呢？可是大夫，这没麻药怎么做手术啊？有，我回去取，我现在就回去取啊！来不及了，做还是不做？做。出去。准备手术。
諸君、最近皆が心穏やかでないことを知っている。我々が保安条件掌握していないこと、奴らは我々をこの山の中に潜伏させるように手配した。残飯を食うようにな。よって皆のことをしっかり覚えておけ。この機会をつかんで、散らばった我々日本兵を探し出し見つけ出す。この機会に中国軍の目的を潰し、完全勝利だ。はい。背景保持、距離を保持、相手の距離は5メートル以上開けるな。はい、はい。この人の足の姿の原因は、日本の毛玉のせいだ。おそらく宇治の人。あと一つの死体は、この近くだ。部隊に命令。現地に待機し。探せ。はい。調査課か、前を二人を発見、銃を背負って、とっても怪しい。啊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给自己尝试量的？啥叫试量啊？平时打猎打累了，还不能让自己找个山洞歇脚，谁能歇啊？啊，行行行，咋说不让啊？谁也没说不让啊。走吧。哎呀，就这些红薯，能够咱们吃几天的？这以后可咋办呢？靠山吃山，还能把你饿着啊？再说了，还能过几天？我估计是夜毒，今晚有肉吃。怎么会有枪声？老六、老胖虎出事了吧？我得去看看。小心点！喂！喂！